杨浩、。同步还是比较好的，但是桃园的水花效果还差一些些。如果水花效果好一点的话，这个分数应该会是非常高分的一个东西。全部九分，十的分54.60。感觉桃园这个入水的一个角度还是很不错的。对，这个带一下，没事。对，207B。来，陈爱森和桃园。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第四个动作，是207B，就跟上一个动作相比呢，就提升了一个档次啊，就由抱膝改成了屈体，难度系数也高了0.3。哎，走。哇，漂亮！非常好的一个动作，这个动作是比较高规格的一个动作。我们来慢镜头上来看一下他们的细节，同步还是很齐的，十分。打开也都在一个角度，对，两人水花压的都不错，尤其是陈爱森。陈爱森参加过奥运会，所以还是能看出他在比赛的时候100.44，可以把他最好的动作跳出来。一般高水平运动员的话，